下来。哎，辛苦辛苦啊，这些人就交给你了。哎啊，好，放心吧，保证一个也跑不了，把人带进去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慢走慢走啊，走。去，大哥，咱们能这么轻易就相信他吗？他已经不是咱们当年那个三弟了，这么下去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可是为了救四虎他们，只有这一个选择了。兄弟，我来救你了。曾世洛，你今天是走不了了。我不想待的地方，还没人留得住我们兄弟。贾腾，你为了讨好你的新主人，一点脸你都不要了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曾世洛，你怪不得我。曾世洛啊，他也是为了寻求一条出路啊。你们俩兄弟一场。你应该成全他，贾腾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我曾世洛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曾世洛，你死到临头了还那么猖狂，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他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他妨碍了我的公务，攻击了我的警察，他死有余辜。不，程云轩，原来是你害死了娇娇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有西域四杰来相助，你插翅也难逃。程云轩，我杀了你！失落，给我抓捕回来，快！是是。快！这边！快，跟着我，快走！在那边呢，这边，这边！快，停住！快走！大哥，别管我，快走！大哥，跟我走！快走！收，收，大哥。
险了！老杜，大哥，快走！我不能丢下你！快走！老杜，你要活着跟兄弟报仇！老杜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是，其余人跟我来，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别人跑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追，这边，快，快点，这边，快！亚当，别墨迹了，快走。就这么一群人，就连一个曾师洛都抓不住，一群饭桶！局长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去安排，让他们接着找。找找个屁！你不用去找，现在是他找我的时候。他不是要杀了我吗？啊，替他老婆报仇，我会让他有来无回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去安排，只要发现曾师洛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二弟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连累了你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顿好你的家乡，你的在天之灵安心。加藤，我一定要用你的项上人头祭奠二弟的在天之灵。